Hello， 大家好，又是我们小佳。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海贼王中最稀有最神秘的恶魔果实，没错，就是幻兽种和古代种。作为动物系果实的顶级配置，这些果实可不仅仅是让你变成一只普通的动物，它们可是远古猛兽和神话传说中的存在啊！想象一下，把敌人吓到腿软的猛兽或者上古神兽，这谁顶得住啊？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盘点那些拥有这些稀有果实的狠角色吧，赶紧点赞分享订阅，不然下一个拿到古代种果实的可能就是你啦。蜘蛛果实，是的，就是蜘蛛果实。看到它不要觉得奇怪，蜘蛛虽然不起眼，但它好歹也是地球上最古老的陆生动物之一好吗？更何况黑圣玛利亚所拥有的这颗蜘蛛果实的形态格式玫瑰古狼蛛，我们很可能都没听说过，相当冷门的一种蜘蛛。可在生物史上，它是能站在一席之地的，是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猛蛛下目生物，出现在侏罗纪之前，这下知道它是大有来头了吧。讲真，我一开始没有想到黑圣玛利亚会是一只大蜘蛛，毕竟是非六包之一，而非六包一半以上都是恐龙来的，理所当然会以为黑圣玛利亚大概也是什么龙。其实据说尾田一开始是把它设计成剑龙果实来着，只是后来为了剧情需要修改成了蜘蛛。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尾田苦心给安排的这颗蜘蛛果实究竟有什么厉害之处。先来简单总结下，吃下蜘蛛果实后，黑圣玛利亚就可以变成格式玫瑰古狼蛛形态，获得蜘蛛的特性，不管墙壁还是天花板都能如履平地，而且像蛛蛛一样从尾部喷射出蛛丝。哦，还有指尖，它也能从指尖直接发射蛛网。哎，等一下，这不就是蜘蛛人吗？甚至连蛛网发射器都给省了。基础的介绍完了，那就继续往下看，看下黑圣玛利亚在实战中是如何运用蜘蛛果实的，或者说他在实战中的表现。黑圣玛利亚出场至今主要是以人兽形态为主的，上半身是他原本的模样，而下半身是完整的巨大的蜘蛛，行动速度特别快，说是被罗嫁接在一起的人蛛似乎更适当。蜘蛛并不是主动出击型的动物，通常都是在守株待兔，所以蜘蛛果实能力也比较适合用来设置陷阱。黑圣玛利亚的蛛丝具有很强的粘性和弹性，一旦粘上就无法挣脱的那种，看看山治不就被困得死死的吗？提前把蛛网布置在预判好的位置，只要对手一靠近，那就是真正的自投罗网啦。而且它这蛛丝还具有可燃的特性，配合它下半身会喷火的蜘蛛罗网眨眼变火海，就算避开被蛛网粘住的命运，也躲不开大火的包围。其实黑圣玛利亚的蛛网发射速度很快，在追逐战中也能当远程武器使用，在和对手相距一段距离的情况下先发射蛛网束缚着对手的行动，可以瞬间拉近距离，然后就是为所欲为时间啦。听起来这个蛛丝很有威胁性，一旦粘上就摆脱不了了。但想要解决难缠的蛛丝也不是件多困难的事，黄泉的寒气是他的克星，被布鲁克冰冻过的蛛丝轻松一碰就碎了啊。蜘蛛的武器除了蛛丝还有毒，这也是蜘蛛果实赋予黑圣玛利亚的能力之一，它的蜘蛛脚可以释放毒液，看那颜色就感觉一定非常毒，这要被刺中一下就算不命丧当场也得是苟延残喘了。在黑圣玛利亚的开发下，他把毒液和自己的拳头化魁雌虎结合在了一起，这是号称一拳就能见识到地狱的攻击，然后就真见识到了。黑圣玛利亚还有一个技能叫幻物，它释放出来的雾气具有迷惑效果，对手置身其中就会产生幻觉，罗宾和布鲁克就差点中招。重新见到了那些早就从身边离开的亲朋好友，其实都是敌人假扮啦，换作是一些心智不坚定的人，沉浸在美好回忆中，可能就永远没有机会清醒过来啦。所以别看蜘蛛没有恐龙那么霸气威武，一样不好对付，稍有松懈那就是要命的食物了。非六包中的另一个异类就是蝠之蝠，它是猫猫果实能力者剑齿虎形态，
剑齿虎是全最大的猫科动物，不过可惜早在百万年前就已经灭绝了。它最致命的武器就是那对长长的牙齿，当然这也是斧子虎最强有力的杀手剑之一。连从口中发射出的空气弹都是它那一副利齿的模样，具有很强的冲击力，能轻松穿墙凿壁，比真的给咬一口可伤多了。斧子虎给它起名牙枪，是在纸枪的基础上做出的改进，一般的武装射根本防不住。上次见到猫猫果实能力者还是在施法岛 CP9 的陆琪，巧了不是，斧子虎也是 CP9 的成员，还自称和陆琪比肩。提到这个没别的意思，就是想帮大家回忆一下动物系果实对于一个熟练掌握60的体术高手有多大加成。尤其这个还是古代种，比暴长暴数倍的剑齿虎、海贼王小强士，动物系的能力者往往都是皮实耐操、防御力量双高的，而且兽化的越彻底，越接近兽形，就越能发挥出这动物内在的力量。但通常他们为了方便战斗，都会选择用兼具人的灵活和动物的力量的人兽形。所以斧子虎在遇到射频后，并没有以剑齿虎形态应战，而是选择了人兽形态。人兽形态的斧子虎和我想象中的挺有差距的。我以为那体型应该是和炮形态的陆琪差不多，最多再高大威猛点，但一见真身，哎，是不是长得有点宽啦？好在他身上的肌肉还是很分明的，动作也还是很灵活敏捷的，不然分分钟搞不清这是剑齿虎还是加菲猫。通过斧子虎和圣品的战斗，能够看得出他在果实开发上是下了功夫的，把果实能力和他的体术完美结合在了一起，研究出了独属剑齿虎形态的招式。说白了，就是如何利用剑齿虎的天然武器和爆发力，增强六式的威力。比如最开始提到的牙枪，比如融合了铁块的牙扇，先用铁块武装他的爪牙，再以极快的速度冲向对手。这种攻击要是中一下，不光是被牙齿刺穿的问题，应该同时还能感受到被高速飞行的火箭撞飞的感觉。虽然攻击手段单调了点，但够粗暴，一般人可能还真招架不住。谁让他面对的是圣品老大，那是能应接皇帝剑的人啊，受挫也正常。杰克是山寨之中唯一一个不是龙龙果实的古代种。下象果实古代种猛犸象形态，下象果实其实很早之前就出现过，还记得那把吃了下象果实的刀吗？表现得很人性化，难免对这个果实比较失望，根本就不怎么强嘛。然而杰克扭转了这个印象，毕竟一个普通种，一个稀有的古代种，能力可以说是差天共地。试下它之后，首先来说肯定是可以变身猛犸象啊，看过冰河世纪的应该对他很熟悉，只是杰克这头猛犸象没那么温柔。第四季大兵器时，体型最大的象，巧了不是，在山寨之中，杰克也是体型最高大威猛的，一身蛮力，光是甩甩鼻子就能轻松摧毁一座建筑，另外还有强大的恢复力和抗击打能力。对于这点，我们可是太印象深刻了，所有人都在秀，只有杰克在挨揍。其实他也不需要什么强力攻击手段，毕竟光是那厚厚的甲就能把人给好事，和毛皮族的两位国王玩车轮战，连战五天五夜不眠不休，不管怎么攻击都破不开杰克的防御。为了救明哥，明知道对面除了有世兽军舰，还有大将藤虎、千元帅战国和中将鹤，杰克依旧选择了杀上去。他不是抱着牺牲自我的觉悟，他是真自信没问题，成就名场面靠船王。惨败归惨败，他本人可依旧活蹦乱跳的，生命不息，坐死不止。这事没过多久，他就又想搞些什么，试图对象主开刀，然后他就沉进了海底深处。本以为这下会死的，毕竟吃了恶魔果实，在海里可不就无力回天了吗？哎，鱼人族出身哦，那没事啦，就算没人捞他，最多也就是变成海底的卡兹，简直就是在身体力行的诠释什么叫皮糙肉厚。杰克的人兽形态更接近于兽形态，整体保持着猛犸象的外形，只是脑袋恢复成了人类的样子，还在四只象腿之外多了一双手臂，看起来挺怪异的。但这样一来，既可以保留猛犸象的力量和防御，又能增加灵活性。除了用象鼻攻击，它还能拿刀砍人，这就是它为数不多的攻击手段，至少展现出来的是这样。没办法，谁让人家皮糙肉厚呢？仗着抗揍无所顾忌，肆意妄为。
我们最早见到的古代种能力者应该就是 X 德雷克，龙龙果实异特龙形态，当年也是11位超新星之一，如今沦落成了白树海贼团废六豹之一。当然现在我们知道了，人家是海军的卧底，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啊。德雷克的果实具体怎么来的不是很清楚，至少我知道不是凯多给的，他能入凯多的法眼估计就是因为身怀古代种果实。异特龙是一种非常凶猛的恐龙，体型庞大，动作矫健，也是曾站到过食物链的顶端的存在。这科普是为了说明异特龙形态是很有潜力的果实，德雷克能够这么快脱颖而出离不开果实能力的加持，但也就这样了。老实说，德雷克在和之国表现完全比不上其余的那些龙龙果实能力者，都没什么战绩，全体现在头脑上了，做海军卧底和路飞年兽，危机时刻升个元首，然后全程一直在逃亡的路上。最佳输出就是在人兽形态下用 X 狩猎场解决了巨人食鬼，而且在我看来，德雷克并不是那么依赖果实的人，他可能是比较看重异特龙的防御力。至于和人对打，他首选还是依靠自身的力量。早在夏伯利群岛看德雷克对付和平主义者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德雷克异特龙形态的咬合力比较弱，咬着和平主义者的脑袋半天都没扯下来或者咬碎，但他的牙齿好像很锋利，可以尝试开发以牙齿切割代替啃咬，相信杀伤力能提升不少，还有强有力的爪子，不用白不用，我觉得比刀剑之类的武器要可靠很多。希望德雷克之后能好好开发一下果实能力，不然就浪费了这么一颗世界稀有的果实了。龙龙果实古代种，级别龙形态的使用者，是飞六豹之中最年轻的成员佩吉万。变身脊背龙后，背上凸起一排排非常抢眼的红色脊骨，跟鱼的背鳍似的，身体各方面的能力都有了非常恐怖的提升。毕竟是恐龙来的，还是体型堪比霸王龙的脊背龙，随便走两步地面都要抖三抖。对于我们来说庞然大物的建筑，在他面前跟摄影棚里面的模型一样，尾巴一扫就倒塌一片，弹跳力惊人。别看佩吉万不会飞，可他能跳啊，一跃就能到半空，所以就算对手会飞也不一定安全，防御力很高，玩起来都不像这个世界的生物。确实也不是，毕竟已经灭亡了三只的恶魔蜂小，使用了基尔玛黑科技的加速梯，看起来威力十足，可打到佩吉万身上感觉打了个寂寞。路飞开山挡，用香枪也没能对他造成真正的伤害，更不用说乌手普的烟火花爆炸松果了，完全是无效驱逐，最后还得兵猛来才让这只脊背龙彻底倒下。应对像三只这种速度型选手，脊背龙形态抗打是抗打，可也不能一直挨打啊，那不就成了人家的靶子了吗？而人兽形态的佩吉万虽然会在力量方面有些损失，但体型缩小会让他行动变得更灵活，甚至不会有机会像之前那样仗着神出鬼没的身法狂扁他啦。可以看得出佩吉万无论是哪种变身形态，永远不变的是发型，他最擅长的就是利用脊背龙已有的武器进行攻击，像是爪子啊尾巴之类的，攻击手段朴实且单一，没办法，因为龙龙果实脊背龙形态各方面实在都太强了，本身的存在比任何武器招式都有杀伤力，所以才会一直仗着自身的强悍肆无忌惮。佩吉万的姐姐沃提是龙龙果实种头龙形态能力者，也是废六豹成员之一。别的不说，她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太抗打了。见到她，我才终于感受到什么叫打不死的小强。每每看到她倒地，就想着这下总算结束了吧。然而并没有，她总能爬起来继续兴风作浪。我都怀疑她吃的不是龙龙果实，而是沙包果实。超近距离吃下大河的雷鸣八卦，本以为就这样一击 KO 了，结果没两分钟沃提就满血复活，开始追杀大河他们，中了那枚能够使人心脏麻痹的雷云电光枪，估计也就失神了一秒钟，马上就在佩吉万怀里清醒过来了。 Big Mom 三大武器合体的明光炮威力大到直接穿透沃提的身体了，怎么看都是一副已经被干掉的样子吧，结果他又清醒过来了，而且还有余力对付那枚他们。被宙斯的雷霆一击击中后，在广播发送前我甚至还替他们担心这家伙不会再醒
行一次了吧。九头龙作为植食动物，不会像异特龙、特暴龙那样拥有锋利的牙齿做武器，而且乌尔迪还有一个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摘下来的口罩，牙齿派不上用场的。言归正传，九头龙名字的由来是因为它们的头骨异于长龙，头额上有厚厚的骨板，像肿瘤一样高高隆起，在打架的时候就是靠头脑碰撞，看谁头更铁。合着九头龙是在选头柱啊，乌尔迪是真的头铁，连 Big Mom 都敢不放在眼里。看到佩吉万被打伤就放话要解决 Big Mom， 一个词形容就是不知死活。所以头锤也是乌尔迪最擅长的必杀技，有个专属名字叫润头枪，连路飞都吃不消，一击直接抓到地下去了，差点失去意识，力量也很强，一旦被他抓住就很难挣脱，就像被钉住了一样。而人兽形态下的润头枪威力就更猛了，人兽形态的乌尔迪四肢保持了九头龙的外形，尾巴也还在，身体其他部分就和正常状况下一样，除了他的额头和眉骨像九头龙那样鼓起来了，一击就把体型比他大好几倍的薄千代拦腰撞翻，好像都给撞骨折了。就更不用说娜美和乌索普了，他们的头盖骨可没有薄千代的骨头硬啊。三角龙是草食性恐龙，样子长得和犀牛很像，看起来就笨手笨脚的样子，这点和佐佐木给人的印象很一致，蠢笨蠢笨的。从外形到气质，佐佐木都完美契合了龙龙果实三角龙形态能力者这个身份。看到他冲刺的身影，我脑海里总是浮现一个词语，猪突猛进。吃下这个龙龙果实后，首先是能够变身成一只真正的三角龙，弗莱奇家具在他面前那体型都感觉变成了正常人大小。兽形态下的佐佐木虽然能百分百发挥出三角龙的力量，坚硬的皮肤也能帮他抵挡很多伤害，可以说结实到让人心烦，可攻击手段就剩下头上那三根脚了，活动受限不说，很多招式都没办法施展，所以说还得是人兽形态最好用。体型变得更加庞大，保留了三角龙大部分的特征，不过手脚恢复成了人类形态，能拿武器和人拼刀法，也能秀更多特别的技能了。原来他脖子后面那个孔雀开屏不是装饰啊，居然还可以旋转，像螺旋桨一样旋转，我从来不知道恐龙是可以这样飞的，动作还挺灵活。弗兰西那机关枪小蛇都打不中，仔细研究过佐佐木的招式就能发现，因为螺旋桨可以提升它的移动速度，可以提供爆发力加成，所以它的招式都是围绕着那个螺旋桨在下功夫。在这样的形态下发动的斩击就是它自创的直升角龙，在快速的飞行状态下拿着它的螺旋刀，整个人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角落机，一击就让起伏者团溃不成军。佐佐木的螺旋桨在空中的确很好用，但到了地面就有点水土不服，他不太会控制旋转方向，所以容易出现明明想突进身体却擅自撤退的尴尬场面。不过也得承认，有了螺旋桨的加速，佐佐木的撞击变得更具冲击力，弗兰奇的将军之盾都拦不住他，特别是大炮角龙直接把弗兰奇将军撞报废了。好在弗兰奇反应快，及时脱离了出来，不然他可能得和弗兰奇将军一起报废了。山寨之一的奎因是龙龙果实晚龙形态能力者，在了解之前我还以为晚龙是有很强的手腕，没想到是脖子很长，恐龙之中的长颈鹿，当然它的前肢也的确是比较长，只是比较脖子不值一提啦。晚龙形态的奎因牙口咬合力不好，瞧吧那手臂都没用武装车保护它都咬不动，毕竟草食性动物没什么杀伤力，无非是利用自身的盾位增加冲击力对对手造成伤害，或者是用转身尾巴当攻击手段，所以奎因对于自身的改造还是挺能理解他的，不然我觉得晚龙形态会是所有古代种中最弱的。防御力高是我们对龙龙果实的共识，晚龙形态的奎因拥有强大的恢复力和极其顽强的生命力，我们都看看他经历过什么，被贝玛锤到脑袋埋进了地面，被马尔科接二连三痛击，怪物强化乔巴的补刀，还有擅自接连不断的输出，每一次奎因都可以说是毫发无伤，他甚至对
擅自放话，没有战斗服的情况下，扇子是不可能对他造成伤害的。而经过改造的腕龙形态，改得我差点都不记得这是能力者了。讲真，有这技术还要什么恶魔果实啊？奎因的技术弥补了攻击力的不足，腕龙形态已经趋于无懈可击，整个人都快变成移动军火库了。那招式真的是层出不穷，甚至直到被激发出魔神风角，才开始真正对腕龙形态的奎因造成伤害。奎因的嘴里尾巴都能发射镭射光线，制造爆炸，嘴里还有机关枪，甚至辫子都不是摆设，不光可以发射镭射光线，还能当机械爪使用，脖子和尾巴都有机关，可以分裂成一节节的，增加长度。用改装后灵活的脖子弥补了双手无法拿武器的短板，我觉得他是可以学一下三角龙那一招直升飞机的。腕龙用脖子飞起来，那是相当壮观啊。最变态的是腕龙形态下，他可以把自己的头和尾巴从身上分离发射出去，多猝不及防啊。谁能想到脑袋会单独行动呢？连接起来后像蛇一样缠绕住对手，翻一般人当场就粉身碎骨了。这还没结束，单独被留下的身体也另有乾坤，变成炮台了，能够发射威力强劲的导弹，连扇子的隐形黑奎因都加在了自己身上，腕龙一下子便变色龙了。龙龙果实古代种无齿翼龙形态，可以变身无齿翼龙在天空中飞翔，目前来说唯一一个真正会飞的古代种。它对使用者的强化主要是在攻击力和速度上，机动性大大提升，力量变得更加强大。它的拥有者是山寨之中的老大信，兽形态下它的嘴巴会变尖变长，像鸟嘴，非常坚硬，是无齿翼龙的攻击武器。要是在攻击前加点助飞提升冲击力，就能像长枪一样轻易刺穿对手的身体。还有更简单粗暴的用法，扯住脑袋后面那个角，索隆口中的鸡冠像扯弹弓一样，就可以把自己的脑袋弹射出去，具有强大的威力，和镭射光束一样让人无法防御。据镜所说，以前无齿翼龙就是这么捕猎的。难道无齿翼龙也具有橡胶特性？而人兽形态和它正常形态比较像，只是头上的角会变长，手臂和双翼融为一体，让翅膀变得更加巨大，能够发射锋利度不亚于刀刃的锋刃，切箭竹跟切豆腐一样。至于那双翅膀，不管是什么形态，镜都会让翅膀留在身后的。镜本人其实就可以说是个古代种，来自一个几乎已经灭绝的稀有种族，被称为神的露娜利亚族。所以镜的身上总是会燃烧着火焰，这火焰在自己身上是能力加强的 buff， 攻击加强，防御加强，恢复加强，这效果和马尔科的青焰很像，发射出去是对敌人的利器，要是熄灭了速度还会提升。由于镜将它的种族特性和无齿翼龙的能力结合在了一起，通过挥动翅膀发射火焰子弹，火力还很猛，跟机关枪一样。在阻止被冒入境的时候，镜一脚踢翻大妈团的船的烧操作，仅凭无齿翼龙形态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能很明显的看出来，他给自己添了把火，让力量变得更强大。这两者虽然是简单的相加，但产生的效果却是成倍的。硕龙要不是危机关头领悟了刀的新境界，路飞就得少了一只手臂了。壮壮名字与形象一点都不般配的吗？看他的样子应该叫弱弱才对，一副弱不禁风的模样，怎么也不像强壮的样子。壮壮是毒 Q 的坐骑，说到毒 Q 那副样子，如果壮壮是弱不禁风，那么毒 Q 就是病入膏肓啊。感觉如果没有壮壮的话，毒 Q 就是一个行动不便的老人啊，在那一副可怜样。壮壮是一直吃了麻麻果实幻兽种天马形态的吗？我就好奇了，每个恶魔果实能力者都应该有三种形态，那么吃了天马果实的马要怎么删形态了？人形、兽形、人兽形，难不成跟乔巴一样是黑胡子海贼团的吉祥物了？期待壮壮的人形态啦，应该能跟毒 Q 打配合吧，之后的表现就看你啦。壮壮最近壮壮登场是在这黑胡子出来的，在这毒 Q 就已经很吃力了，黑胡子那个肥胖家伙想压死壮壮啦。不过壮壮看上去弱不禁风，实际上耐力还是相当强的，要知道他也是曾经中了麦哲伦的毒，还有战国的如来神掌，这些家伙是何等人物啊，能在他们手中存活下来，已经说明了壮壮也是一只不平凡的马。
路飞果实能力的觉醒也被称作无挡，在香蕉果实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身体强化，应该是他所有状态中最高境界了。在他决定向凯多发起挑战的那一刻起，我们就知道这次他的能力一定会有一次进化，只是没料到会这么大跌眼镜。所谓香蕉果实的真面目其实是稀有的幻兽种尼卡形态，当路飞的身心都足以和能力匹配时，就会觉醒着最终形态。所以当路飞经过了前面试打的强化后，终于抵达了这个终点，感觉是从基因层面上进行的改造呢。七岁时路飞吃下了恶魔果实，我们都以为那只是橡胶果实，看上去平平无奇，只不过是能将身体赋予了橡胶特性，能伸长扭曲充气。谁知道橡胶果实只是还未觉醒的名字，它还有一个连世界政府都敬畏三分的名称，人人果实幻兽种尼卡形态。原本平平无奇的橡胶特性，原来是能将想象化为现实的能力，这可不得了啦。你知道想象力真的无奇不有吗？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也让路飞无挡时的画风都变了。要知道这可是路飞的想象空间啊，用凯多的话来形容，这是最自由的战斗。路飞可以同时在身上缠绕武装色和霸王色，能够影响周围的事物，就像卡尔那时的操作，地面变成了柔软充满弹性的橡胶，被路飞随手抓起，把凯多的热袭弹了回去。话说回来，路飞的能力觉醒后真的挺好玩的，整个地面都变成了天然蹦床呢。他还有了无限体力和恢复力，退出无挡后身体状态已经那么差了，还能再次进入无挡，并且满血复活，超强的耐高温能力正面吃下了凯多的热袭，虽然全身都变黑了，但好像并没有伤到他，只不过是耗热的程度，摇身一变就又是那个纯白的少年了，速度快到能在空中进行奔跑，这些我觉得都是小儿科了。尼卡可是能将想象化为现实的果实能力啊，还分什么超人系、动物系、自然系，只要有想象力，三系恶魔果实的围墙一触即溃，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动物系、超人系、自然系随意切换，问你怕了吗？相信马尔克应该是今天影片中大家最熟悉的人物，白胡子海贼团一番队队长兼船医，虽然出场晚，但是自从他一登场就吸引到了无数目光，曝光的频率居高不下，主要是能力太帅啦，青色的火焰覆盖在身上，还幻化成了不死鸟形态，多炫酷。关于小马尔克的过去还有很多空白的地方需要补充，我们并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上了白胡子的船，在那之前又经历了什么，是怎么吃下的恶魔果实。比较有迹可循的就是30年前白胡子到达和之国时啊，马尔克就已经在船上了，那会船上的人也不多，还没有建立队长制度，所以马尔克是白胡子海贼团的元老成员来的。按照年龄推算，那会他差不多是15岁，才仅仅是个见习船员而已，看起来格外稚嫩，性格也没有现在这么稳重。我以为小马哥吃下恶魔果实得是很久之后才会发生的事，但是在玉田他们追莫比迪克号时，就发现马尔克已经拥有了不死鸟形态了。他按白胡子的吩咐飞到了玉田身边，要把他们带到船上去，而且我发现马尔克用青叶幻化的爪子不是摆设啊，是真的有用的。马尔克用爪子抓着仪仗一起飞，免得他和玉田一样从瀑布上直接掉下去。看那熟练运用能力的样子，估计马尔克老早之前就吃了果实了。我还记得动画里他第一次出场搞了个大乌龙，堂堂白胡子手下第一人被化成了路人甲，太尴尬了。要不是看过漫画，真的会就这么忽略了这个人物的。后来红发上船霸气侧漏，马尔克众人皆醉，他独醒，是大多数动画党眼中小马哥的初登场，但真正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还是他顶上战争的表现。第一个回防挡在了白胡子身前，承受了黄猿的80球攻玉持续攻击，而且还是2次，在青年的束缚中身上没留下个伤口，就好像攻击不起作用一样。在赤犬追杀路飞时，身缠青年的马尔科在对峙的过程中完全没有被岩浆伤到，抵挡住了赤犬的攻击，这又一次证明了再生青年的恢复能力，不管受到什么攻击都能瞬间回血，让马尔科一直保持在最佳状态，直到整场战争结束，他看起来都没什么问题。虽说这种再生是有限度的，但目前看来至少海军大将不是他的上限，再生青年除了能用在自己身上，还可以给别人治病疗伤。在白胡子的故乡，马尔科就一直用自己的能力治病救人，当初他兼职船医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吧。马尔科这家伙就属于那种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啊，茂富蛇去邀请他帮路飞对付凯多时，
他因为要守护白胡子的故乡，没有办法离开。可是，一旦抽出空来，就搞了个大事情。之前在瀑布入口，大毛的船就被掀翻过一次，好不容易第二次爬了上去，有了经验，知道先戒备，生怕竟再来一次。结果竟没来，小马哥来了，以极快的速度躲过了蒙多尔他们联合攻击，接着用凤凰印。凤凰印是马尔科非常强力的踢技，在他半步时鸟化后，双爪凝聚出五彩斑斓的火焰，将转型的火焰标记到了船体上，之后在印记爆发同时附送一记重踢，一脚踢翻了凌空的海贼船，飞流直下3000尺。少侠请重新来过。在马尔科加入和之国战场的同时，草帽这边又遇到了大麻烦，奎因制造出来的冰鬼病毒感染了很多人，其中也包括了乔巴，所有人的生命危在旦夕。不过小马哥的经验能够有效抑制，所以等他结束了和大妈的会面，还得赶去帮乔巴救人。看来马尔科又来 carry 全场了。前海军元帅战国赫赫有名的智将，不仅拥有强大的战力，还擅长使用谋略，和白胡子、金狮子一样，都是属于旧时代的残党。他的事迹大部分只存在于传说之中。我们耳熟能详的大白金狮子事件和卡布两人联手打败了攻入海军本部的金狮子，留下了一片断壁残垣，差点毁了整个马林凡多。居高位者以知人小事，恶者为之。战国职位越来越高，需要他出手的人也越来越少。藏居幕后的他，更主要的是要把握全局，统筹谋划。如果要匹配医生宿敌的话，罗杰已经不在了，能和他平起平坐的也就白胡子了，所以顶上之战也是宿命之战吧。他充分了发挥智将这个优点，整场战争的主动权基本都被他握在手里。提前设置好的包围壁让白胡子海贼团无法进入广场，又安排赤犬去挑拨离间，导致白胡子还没下场就身受重伤，还用和平主义者动摇白胡子海贼团的军心。但凡换了个凝聚力差点的团队，就让战国得逞了。不管这场战争海军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吧，至少结果是以战国的胜利告终，完成了既定目标，处刑了艾斯，解决了白胡子。顶上战争让我们有幸在战国退休前见识了一把他的人人果实大佛形态是如何发威的。吃了人人果实大佛形态，战国能够变身成一座巨大的金身佛像，也就是兼具星体技的究极之人，攻击力和防御力都极其强大。他的掌击拳都附带强力的冲击波，一拳就能轻松破坏路飞的山挡，威力和阵阵果实不相上下，起码在黑胡子手里看起来是这样，直接把黑胡子震到吐血，持续的冲击还能引发爆炸，这一掌下去差点打残了黑胡子海贼团。战国一向秉持的是君临于世的正义，这么说可能不太好理解，但结合他的为人处事，或许就能体会了个大概了。为了消灭洛克斯，他能接受海军和海贼联手，在处理白胡子这件事上又用出了一系列的阴谋诡计，声称只要让民众知道，结果是他们胜利就好。面对黑胡子叫嚣要击沉马林凡多，战国不管付出多大代价都要守住，因为这里是民众内心的支柱。当他收到命令要用屠魔令消灭欧哈拉岛时，也能毫不犹豫地服从命令。但是知道世界政府要求保密第六层越狱事件后，他也会愤怒不已，认为这会让世界陷入崩溃。这就是战国的正义，以普通民众和秩序为重。我们看到的牛鬼丸是个穿着生人服装、胡子杂乱的粗壮汉子，但实际上他的本体是只薄狐，只不过是因为吃了人人果实，幻兽种的大入道形态能幻化成妖怪大入道，所以才能够变成人形。大入道是日本传说里的一种妖怪，身体巨大，模样像男人，最大的体型能够把一座山揽在怀里。在传说故事中，大入道一般都是狐狸或者黄鼠狼之类的动物幻化的，而且这个称呼也有秃头和尚的意思。这么看来，一切都和鬼丸很契合啊。鬼丸曾经是灵后大明双面牛丸的搭档，在牛丸去世后，他独自守着万世之墓，他主人的墓那里面有数不清的刀剑武器，也因此引来了数不清的盗墓贼，但是他们全部被鬼丸打败了。就这么坚守了5年后，身受重伤的他遇到了和松，同属双月家，又有过一面之缘，和松救了他，给了他治疗。结果一觉醒来，鬼丸发现和松这个人太可恶了，怎么偷偷在盗墓呢？他试图阻止和松，但是
他被和硕那一番话打动了。为了终有一天到来的武士崛起之日，大败凯多，他们开始一起收集武器。这个时候，鬼丸是还没吃恶魔果实的，估计是之后和和硕失散后才得到果实的。以及守墓地坚守之道的日子是快乐的，但也是短暂的。和硕在某天进城拿食物的过程中出了意外，变成了阶下囚，被关了13年。这期间，鬼丸非但没有怨恨他，反而以和硕说的牛鬼丸的名字，继续着他们的宏图大业，四处去收集武器，让劫道桥威名远播。只要有人带着武器过桥，就会被他劫去。最巧的是，他还顺手把索隆的秋水也拿回去了，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呢。被索隆追上后，两人为了秋水大打出手。别看鬼丸身材好像很笨重的样子，丝毫不影响动作的灵活性，而另一边少了一把刀的索隆，很显然发挥不出最强实力。鬼丸的长刀和索隆的二刀流拼了个不相上下，鬼丸也是不讲武德的，趁索隆分心还玩暗算，他说这叫破绽，也是没法反驳。可不是嘛，和基拉对战时把自己的背后送到人家面前，人家怎么能忍得住不砍啊？索隆拿出真本事啊，基拉加上鬼丸都不是对手，一看打不过，鬼丸倒也干脆捡了基拉的武器直接开溜。知道真相后，应该感谢鬼丸这种不择手段的做法。大蛇为了防止武士暴动，将国内的所有武器都没收了，也不允许任何人持有武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此一来，即使想反抗也没有办法战斗啊。多亏鬼丸这么多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收集了足够多的武器，所以说没有鬼丸，讨伐鬼岛就不可能成事了。临走时他那一句使命完成了，不知道为什么有点感人。卡特琳娜是黑屋子从海底监狱带走的史上最凶恶的女囚，也是最危险的女海贼。圈圈果实幻化种，九尾妖狐形态。目前来说，关于她的能力透露的情报比较少，主要是她独当一面的机会也不多。自打从海底监狱上了黑屋子的贼船，就没什么表现机会。他们遇到的对手都太强啊，要么集体胜利，要么就陷入团灭危机，太难了。看她那矫健的身姿，随身携带的配件，应该是个剑道高手。话又说回来，她的果实能力感觉也不是那么适合用在战斗方面。变身可以变成任何他想变的人，从外表看上去，不管是声音还是身高，都能复制的毫无区别。不过也就止于此啦。通过他变身阿布沙罗姆可以判断，首先他无法掌握变身目标的能力，其次不会保留目标的记忆，不然也不会那么快就引起莫利亚的怀疑。本来还想看看他在和莫利亚对战中的表现，判断他的实力呢，结果黑胡子一个空阵提前结束了战斗。看来想深入了解九尾狐形态和卡特琳娜得等以后啦。和之国的现任将军黑檀大蛇，毫无争议的卑鄙小人，他的卑鄙程度和黑胡子有得一拼。家族因为谋反被灭门，留下他这么一个唯一后代，天天被人追杀，过得那叫提心吊胆啊。就在这种时候，黑檀牧场找到了他，给大蛇灌输仇恨思想，告诉他骨骼惊奇，日后必定能当将军之类的，目的就是想利用大蛇重振家族。大蛇倒也容易诱骗，很容易就上当了，满心都是要复仇，要杀光光月家族。利用牧场的魔法果实，大蛇费尽心机终于加入了光月家族。趁着玉田不在家的空档，他害死了病重的寿喜烧，篡取了原本属于玉田的将军之位。后来变本加厉和凯多联盟，祸害和之国，把这里变成了武器生产国。在玉田回来后，他又拿人质做威胁，把玉田耍得团团转。大蛇的蛇果实是牧场给他的幻兽种八岐大蛇形态，看得出确实下本钱了。这能力一听就很厉害，吃下去后能够变身成八岐大蛇，实力大涨。除了中间的头保持着大蛇原本的外貌特征，其余七个头颜色都比较浅，看不出什么分别，而且每个头都有自主意识，如果在战斗中他们能够各自为战，从不同的角度对敌人进行攻击，这就等于是八打一啊，没点反应速度怕是应付不来。八个头或许对应了八条命，所以大蛇总能实力逃生。在凯多宣布他的新计划时，大蛇居然敢指责凯多身手太长，染指花蹲，这谁给他的勇气啊？凯多什么脾气，损他者昌，逆他者亡。大蛇还越说越上进，手起刀落，大蛇的脑袋也跟身体分了家。我差点就傻了，大蛇就这么完了，也太不解气了。哦不，也太没意思了，谁知道转头他又活蹦乱跳的出现了，这命还真硬啊。
在凯多的恶魔果实被公布前，大家围绕着它有过各种各样的猜测，每个版本都能找到可信的依据，偏偏最后的正确答案听起来那么的不可信。与果实幻兽种青龙形态，这是一颗全新的果实啊，还是大妈给他的？凯多能够化身青龙腾云驾雾翱翔天际，就是吃了果实的原因。除了飞行能力，他还能赋予使用者超强的防御攻击力，大大提升身体的耐力抗性。在路飞他们到达之前，他身上只有玉典给他造成的小伤口，室外从没人可以伤到他。这些都还是基于身体素质。青龙形态下，他吐口热息能蒸发一座山峰，吹口气就像抛出了无数风刃，连盔甲都能轻易切开，吼一声都是电闪雷鸣，一举一动都能造成天灾般的损害，威力丝毫不比自然系差。这能力确实有点棒，而且他正常人形态下实力同样恐怖。他最常用雷鸣八卦，可以说是无人能挡，速度极快，出招时会有电闪雷鸣出现，接着大棒一挥当场秒杀，一个人就能对付赤啸九侠。难怪现在所有活着的狮皇中，凯多的赏金会是最高的。凯多当初在洛克斯海贼团解散后就进入了单飞阶段，势力越做越大，还和大蛇联手成为了和之国的幕后 boss， 专门生产武器，又找到凯撒明哥开发了人造恶魔果实的生产链，为他打造最强海贼团。只是这个野心还没来得及实现，就被路飞彻底粉碎了，还被路飞找上了门。同时上门的还有大妈，都说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欠下大妈那么大份人情，凯多得还啊！不得已只能选择了结盟。本身一个狮皇就够难对付了，这下成了一对。好在他们在对付凯多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了他也是有弱点啊。玉天当初为什么能伤到他啊？就是因为用了流鹰。赤霄九侠在救桃之助时，也是用上了流鹰，才真正对凯多造成了伤害。想必那一刻他的内心一定很慌吧。说完了老父亲，再来看看孩子。大和是凯多的女儿，经常挨揍的小孩子，从小就相当的特立独行，不崇拜自己的父亲不说，居然拿父亲的死对头当偶像。自从看到玉田接受处刑被处死后，大和就打从心里崇拜玉田，梦想要成为玉田，拿着他的航海日志当圣经看。即使这种行为会遭到凯多一顿痛揍，他也不妥协。他现在之所以有这么强悍的实力，就是一次次挑战凯多锻炼出来的。就这么说吧，你看大和有多强，就知道他挨了多少顿揍。有个性我喜欢，而且看起来他已经走火入魔了，冲着桃之助说自己就是玉田。我拜托你说这话之前先低头看看啊喂。都说虎父无犬子，凯多是幻兽种，女儿也得是。虽然全权果实大口真神形态不是凯多特意留给大和的，但事情已经发生，只能说一切都是天意。大口真神也就是传说故事中的狼神，拥有锐利的獠牙，冰属性和凯多制造热气相反，大和能够口吐冷气并动任何东西，人兽形态兼具人类和狼的优点，可以从嘴里吐出冷气进行攻击，或者给武器附加一层冷气对对手造成双重伤害。也可以变成兽形态，就是一头巨大的狼，能爆发出野兽的力量。不过因为海龙石手铐的限制，所以很少有机会在动画看到他施展能力。不过他力大无双，用出来的雷鸣八卦丝毫不弱于凯多的雷鸣八卦。虽然他用这一招击中润体后，润体只是短暂昏迷了一下，但是和凯多的雷鸣八卦对撞，一点看不出他落下风，甚至还击伤了凯多的额头，足以证明大河的威力是够的。问题大概出在了润体身上，古代种恐龙嘛，皮多厚，大河长出之下用出来的威力肯定弱了点。看他戴着面具走出来的样子，当时真的以为这是儿子来的，还一定是个脑袋坏掉的儿子，怎么整出来那么多迷惑操作，打倒自己人就走了敌人，还说一直等着路飞。这话让女帝听见了还得了，原来大河在几年前就认识了艾斯，两人不打不相识，又因为父亲这个心病而同病相怜，很快就成了知己好友。但是因为大和从小就戴着炸弹手铐，所以没有办法和艾斯一起走，只能盼着艾斯的弟弟路飞来拯救他，圆了他的海贼梦。结果见到路飞后，又是一场不打不相识的戏码。该说不愧是兄弟俩吗？还是你们海贼交朋友都这样不打不行？两个人经过一番激烈的交流后，终于在屋顶上就达到凯多这个目标达成了共识，困住大和20年的手铐，路飞说开就给开了。可我也是没想到，那手铐说炸还真炸了，大妈都炸飞了，一看就是亲生的，这也下得去手，彻底埋葬了大和心中那点仅剩的父女子亲情。
接下来要提到的这几个人物已经和海贼王正剧没什么关系了，要当成独立的故事去看待。首先是拥有袅袅果实夜形态的虎翅，他是另一个和之国版本中的角色，海贼王二十周年在京都大爵士展出的魔兽与公主与誓言之花。虽然这个画展故事，但里面的角色可都是尾田亲自设计的。虎翅和菊姬是青梅竹马，两人相互爱慕，还有了婚约。但是拉库王子为了得到王位和公主，杀死了老国王，并且嫁祸给了虎翅。虎翅被抓，和公主定下婚约的人换成了拉库王子。事情好像朝着他期望的方向发展着，但是虎翅并没有坐以待毙，他从监狱逃了出去，还在海边捡到了一颗模样怪异的果实。他一定是饿坏啦，这么古怪的东西都敢往嘴里塞。虎翅吃下了恶魔果实，变成了一只大妖怪，圆脸獠牙，狮的身子，大蛇变成了他的尾巴，张开了大嘴，他全身都包裹着火焰，像龙一样能够腾云驾雾。这只妖怪就是传说中的夜。紧接着菊姬在他婚礼仪式上被这家伙掳走了。路见不平的草帽团和公主的未婚夫拉库王子一起赶往夜的巢穴，想要把他救出来。在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后，夜被路飞打落悬崖，经过乔巴的救治，才发现他原来也是人类，其实就是虎翅。草帽团也因此弄明白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好像有点跑偏了，这都不是重点，反正后面经过大家也基本都猜到，虎翅靠自己的能力打败了情敌，赢回了公主，过上了幸福生活。所以我们还是继续说回虎翅和他的能力。鉴于整个故事是个画展，不可能看到完整的对战过程，所以很多东西要靠猜的，那就根据外形来吧。动物系果实能力者能够获得动物特有的强大力量和极强的身体素质，特别是他那如狮似虎的身躯更是威猛无比，速度防御力都不用说，身上的火焰估计也有一定的杀伤力，一旦有所接触就会被灼烧。他的大蛇尾巴不知道是有自主意识还是受他的指挥的，反正是具备攻击性的，说不定还带有毒素，再加上他还有飞行能力，不管是陆战还是空战都有优势。光看已知的这些能力，夜形态已经很出色了，但凡再开发点深层次的能力，又是一颗让人眼红心热的果实啊。玩过海贼王无尽世界的肯定对红伯爵非常熟悉，但在说他之前，还有一个幻兽种能力者要说一下，乔巴的弟弟帕特。你还别说，他俩的经历还挺相似。帕特本来是毛皮族的，但是因为吃了全权果实化狸形态，变成了一只狸猫，被族人当作了怪物，被迫离开了种舞蹈，独自一狸踏上了冒险的旅程。化狸其实是日本传说中的妖怪，喜欢恶作剧，能用树叶进行变身，所以帕特的能力是来源于。后来机缘巧合之下，红伯爵救出了被关在又黑又狭窄的地方的帕特，从此他对红伯爵感恩戴德，决心永远追随。红伯爵还给他起了名字帕特，那可是孤傲的红伯爵啊，一个同伴都不需要的他，怎么会破例收下这个小弟呢？自然是看上了他的能力吧。全权果实可不是只能让他变成化灵，还赋予了他一项超级厉害的技能。平心而论，我觉得他的能力可比红伯爵的能力厉害多了。别的先不说，红伯爵能够拿到蝙蝠果实不就是全靠帕特吗？他在树叶上画出的东西都可以变成真实的存在，画个望远镜就能变成真的来用，和勘十郎的能力很像。不过在我看来，这比勘十郎的画画棒多了。想想那条可怜的龙，再看看帕特复刻的草帽团，都不是一个次元的。帕特变身成的画笔能够跨越现实和虚幻，只要使用的人实力够强，就能复制出任何东西。帕特自己没有办法复制人，可那在胡伯爵手里就不同了，他甚至能创造出一个平行世界，冰火岛、阿拉巴斯坦、司法岛、路飞他们曾去过的地方一一被复制了出来，包括他们遇到过的那些强敌也都重现了。后来红伯爵干脆用帕特笔复制了另一个帕特出来，这些复制品和本体性格习惯一模一样，就连能力也能复制出来，虽然实力只是本体的70%，也足以以假乱真了。对付海军时复制的烟鬼青雉，要不是青雉的服装出了差错，我还在那以为是本尊道场。帕特在红伯爵对付海军时意外走失，被草帽团捡了去，那幅其乐融融的场景，我就想帕特要是草帽团正式成员就好了，两只狸猫日常得有多欢乐啊。帕特被红伯爵抛弃后也曾提出过这个要求，只是被路飞一票否决了。他知道帕特内心真正想追随的还是他自己的老大，所以草帽团帮他冲破重重阻挠，让他能够当面对红伯爵说出内心的想法，重新回到红伯爵的身边。
终于来到了最后，我们即将展开对红伯爵的详细介绍。红伯爵和鹰眼差不多的性格，都喜欢独来独往，仅凭一己之力在旧时代就能和罗杰、白胡子平分秋色，实力极其强大，不管是剑术还是体术，他都是屈指可数的高手。不过最强大当属他的剑纹蛇霸气，是与生俱来的天赋，强到可以听见人内心的声音，这样的话他就能在对战中占领先机，比不上卡尔的预测未来，最起码能提前得知对手下一步动作，而且通过触碰他还能探知人内心深处的东西，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他能在没见过草帽团冒险的前提下复制出那些景色和对手了。他只需要把他看到的草帽团的心写在叶子上就可以了，就能重现草帽团经历过的一切。读心术注定孤独一生，人的想法瞬息万变，行动和想法也不总是相符的，人心看得太透就会无端生出太多的猜忌，所以他总是一个人，不喜欢有同伴存在。不过就像路飞有红发启蒙，红伯爵也有他的偶像，那就是布鲁克。当年布鲁克的歌声深深打动了他，让他立志也要当一名海贼。俗话说花无百日红嘛，红伯爵再强也有遇到克星的时候，他的报应就是卡普。虽然和钢骨空一战他赢了，但是人家和他不一样，有队友啊，精疲力尽的红伯爵可不就被卡普捡了漏嘛，被关进了海底监狱，这一关呐、就是30多年，直到黑胡子打劫了第六城。是的，又是第六城。哎，地下六城到底关了多少大 boss 啊？就想问问尾田他自己心里有数吗？监狱限制了他的自由，却没限制住岁月的流逝。和那些传说中的人物一样，红伯爵也老了，力量衰退，状态不复当年。为了超越白胡子，卡普战国，战胜岁月，在新的时代里成为统治海贼的王者，他需要蝙蝠果实吸血鬼形态。原因嘛，就是因为这个果实最大的能力就是让人变成不死的吸血鬼，通过吸收别人的青春，让自己永葆年轻，这样红伯爵就能保证自己永远处在巅峰状态，而被他吸走青春的人就会变得老态龙钟。反过来，他也可以通过接触将吸走的青春再返还给其他人。这个果实还有个能力，就是可以制造黑暗，当红伯爵藏身其中，就能让人无法察觉他的踪迹，配合他的快速移动，能够伤敌于无形。其实红伯爵也不需要什么增强战斗力的果实，他本身的实力就已经足够强了。遥想当年，他可是正面打赢了海军元帅啊，所以只要年轻时的力量回到他的身体，还有谁能是他的对手呢？别说路飞，路飞也不行啊，还自己送上门给人吸，最后还不是靠嘴遁才获胜的吗？为了得到这个果实，红伯爵去到了托兰石镇，只靠他自己是没有办法找到果实的，所以他一方面制造幻剂拖延草帽团的脚步，另一方面制造了罗宾帮他调查遗迹，最终找到了朝思暮想的蝙蝠果实，可惜也没什么用，被路飞一顿教育，红伯爵顿时开窍，明白了羁绊的重要性，下定决心要靠那副日渐衰老的身躯去征服大海，一人一狸猫重整旗鼓，再次踏上了旅程。像这样的能力和组合可不能在原作里出现，原本就摇摇欲坠的战斗力系统哪经得起他们的摧残啊，是吧？好啦，今天关于古代种和幻兽种的大盘点就到这里啦。是不是觉得这些能力者个个都强得离谱，连空气中都带着一股神话级别的压迫感？不愧是海贼王中最稀有的恶魔果实。不知道你们最喜欢的是哪一个能力者，或者如果给你选一个果实，你会选哪种呢？留言告诉我哦，别忘了点赞分享订阅，毕竟下次我们可能会揭晓更多海贼王世界里的劲爆秘密，错过可是会后悔的。期待在下一期影片里再见到你们。海迷们，我是梦想家，我们下次见吧。